区长，还有我们的李议员、立委议员，还有我们各位亲爱的里长，我就不一一说了，实在是感谢大家这么支持，然后还有我们的校长这么支持，然后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音乐活动。我想大家最期待的还是赶快看节目，那么但是点点时间，一点点就好。那我想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之外呢，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活动，这个文山这个音乐会，和平音乐会，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改变了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刚遇到了这个看到了王成老师，其实我也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遇到他，然后呢他那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他跟我说，哎，我这个八月份的时候我要去这个蒙古去流浪，你要不要去流浪？那时候我一听，哎，我这忙得不可开交了，我有哪有时间跟你去流浪啊。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个流浪呢，我们不代表，我们到那之后呢大家集合好了，哎，就一起往前走，走到半路上，那么如果大家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我们就下车，然后看到了呢，哎，大家尽兴之后，我们想唱就唱，那么时间到了呢，大家哎觉得够了，尽兴了，我们就往下走，几点钟到下一个目的地，没有人知道。我突然间觉得好像很久没过这种日子了，我都觉得我每天的时间都是绑得死死的，每天的 schedule 都是密密麻麻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要去，我就突然间说我要去。其实我真的去了，真的在那么忙碌的行程当中，就抽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跟着他到了蒙古，真的就到了那个大漠，就在那个地方，就一辆这个我们的这个几个人就租了这几个车子，就从大漠的这一头就不知道怎么样，有的时候就在那个里面就跟着那个牛，跟着那些羊一起吃饭，吃完就到下一个地方去，又到了哪一个湖边，我都不记得是哪里，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完全忘了台北怎么回事，我就完全忘了那段期间在台湾还有那么绵密等待的这些繁复的工作。可是那几天回来之后，其实我创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时间之外》。其实《时间之外》就从这个点出现了，而去年我们创作的这个《时间之外》，就是让我想到我很多年前我在美国加州跟老师工作的时候，我如何在那样的山林里面，而大家不被时间的约束，而在这样子大家聚会里面找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呢，从大漠回来，我不但创作了这个时间之外，而且我也做了一件事，也就是邀请王成来做这个文山音乐季的这个所谓的策划人，就是希望在这样的活动当中，让我们回到一个接近人的本质的，接近跟土地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这个音乐会我们从哪里入手？我们既然是音乐会，从声音入手，但是从声音的哪一种声音呢？原质的声音。所以呢，这个音乐会里面我们会看到，除了这个原质的鼓声、幼儿什么的鼓声之外，我们每一年都会邀请八音，虽然是不同的团体，在台湾有很棒的八音的团体，可是那是人类的原音，就是那个原音，我们很难得会在这样的一种居住的环境当中听到人的原质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我们请他们从山林当中把他们请过来，来到了这个台北，在这样的属于我们的大自然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来聆听他们这个原质的声音，这个八音的这个音域它有很繁复的音阶，而我们如何安静的聆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人类的共鸣，人类从声音里面互相找到了这个和谐，产生了这个共鸣，就是他们的祖先把这个事情一代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文山艺术界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邀请的单位。那么之外，我们每一年会邀请特殊的很重要的一些音乐界的就是原唱型的朋友们。那今年就像我们刚才会看到的，除了优的鼓，我们还有我们在地的孙达夫老师的非洲鼓，他一直在我们这个文山地区教非洲鼓，教得非常好，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影响力。那另外今年最难得的是，我们邀请到杨秀清老师。杨秀清老师你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视障的一个音乐古老的传承的我们最重要的国宝级的大师，
但是他的听到他的声音，你就听到了土地的力量，听到母亲的声音。我想这个音乐会的出发点，我们就是希望从这样子原植的声音，通过王子老师的安排，一步一步的把这样的力量来带给文山区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就从我们聆听这些原植的声音的力量当中，在最后我们在创造自己的人生。所以希望大家在最后的时候呢，踊跃的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原生的这个创造的过程，而让我能够也想到当年我在加州，在那个山林里面，我的老师如何在山林里面启发我们内在的这个力量，而跟每一个人互相，即使你不认识，你透过那个原植的声音，你成为一体。你即使平常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工作，可是呢，我们都有一个东西是相同的，我们都可以发出人类最原始的声音。那么我们期待大家最后大家一起共同来创造这个音乐会的主题特色，我们共创的原因。好，那就请大家来，现在来欣赏我们节目马上开始。好，谢谢我们亲爱的刘伟老师跟我们大家一开始的分享。哇，多好，可以到蒙古去流浪。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呢放下所有的事情到蒙古去流浪，但是希望至少在今天晚上，在今天的所有过程当中，放下你的生活压力，放下你的课业压力，还有繁忙的 schedule， 一起也走到属于你们的时间之外。那现在我们接下来聊聊，请的是我们文山区的区长蔡培林，蔡区长也上台跟我们说几句话好吗？掌声欢迎，谢谢，欢迎区长。好，兰姐，王老师，我们李庆峰议员，徐校长，还有我们在座的，还有陈光安陈主任，立华办公室主任，还有各位里长，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陈如兰姐刚刚提到的，今年的第二届，还是谢谢各位踊跃热情的参与。我想文山艺术剧，我们非常感谢财团法人悠人文化艺术基金会，我们永安艺文馆36房，刘老师所带领的团队，愿意把这个国际化，在国际舞台非常有名的团体，把这个艺术留在文山。我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希望这场音乐会的场地，结合我们整个景美溪的美景，来创造出一个让大家在心灵、在音乐。记得文山这个好地方。再次我们还是感谢刘老师这样的精心策划。各位不要忘记，文山艺术季这一场只是一场，它是一个系列的活动，在36房，在很多的场域都有一连串的艺术的表演。我们希望大家持续的支持他们，也希望他们继续在我们文山的地方持续耕耘艺术文化，让我们文山变得更美。祝福各位今天晚上有一场丰盛的音乐飨宴，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文山区的区长为我们的致辞以及介绍。接下来也欢迎关心我们的好议员，来自文山区我们亲爱的。